鼓励他，关心建民呐。欧弟支持过我，支援过我，有一段时间。我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例子，因为不会啦，那个时候算是相当疼自己的。像他们现在在玩表，他们刚刚在聊表。你看我等于二十年前就在玩，反正你看我那个时候台湾零事件的时候，所有的西装衬衫都是阿玛尼，很离谱，非常离谱。我等于是基本上是所有的酬劳通通拿来犒赏自己。现在 IG 有很多人说对自己好一点，对自己好一点，对。但也不要对自己太好，太好了，就是太好了，过头了，真的好过头了。因为那个时候台湾零事件收视率非常好，是我根本不用担心我明天要不要对明天没戏，或者是下个月没戏，而且也没时间花钱。台湾零事件是没日没夜的拍，真的真的。那第二个阶段就是通告好的那个时期，那我这两个时期等于都错过了存钱。定下心来去稍微规划一下，房产也好，或者是你只要有买一栋房子，基本上都不会太差。我等于是这两个时机都错过，错过，都错过了以后呢，做了最糟糕的事情是后来因为妈妈癌末，化疗的药、止痛药，包括抗生素什么，那个其实包真正严重的是每一天的看护费，因为那都要现金，三天五天就要给。天哪，那这压力很大。我做了一个更糟糕的事情。怎么了？欧弟这个知道，因为我等于是前一段时间才跟欧弟调钱，是我等于那一段时间我是先去找地下钱庄。找朋友千万不行，因为我不想要让朋友知道，我没有让他们晓得。所以你看，你这应该要告诉我，台湾地下钱庄基本上都是我的朋友。现在联络还来得及嘛？而且还好，而且如果找到宪哥那边，那个会比较大一条了。哎啦，对啊，我这边都碎掉了。后来我看到你整个状态要把自己弄得更好一点了。我自己的也算严重嘛，我自己的病也算严重，所以其实还好了。但是我今天。我很高兴能够来到宪哥的节目上，因为之前报纸说我赌啊或什么，我都没澄清，我都没回应，是吗？因为我觉得回应他们还是一样。你如果有签赌，你要跟宪哥讲。为什么？因为都是我的朋友。我也是，一条龙的服务了。没有了，因为你在，我觉得解释可以解释很清楚。可以有打折啦。你想想，让我搞清楚，宪哥先去签，然后再去借，输了再去借，都有。一条龙系统很明白，没有了。所以概念是这样的，我们外面是真的有传说，你就是赌来的。哦，我跟你讲。我没有这个屁股，这个礼拜一就要结账了，我没有钱跟人家结，人家怎么可能再让我签？哦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一定是这样子。我那个时候只跟同一组人签，你可以先欠着啊，像国币就是先欠。对，哦，那个是他，这个是他的本事，把他给扯出来。我很简单的，勇敢面对问题，处理问题，处理他，放下问题，面对他，处理他，放下他。我很简单的解释一次就好了。我没有地方签了，所以绝对没有处理。问题，你还是要过日子啊，对对，是不是这样？这不就生命当中要不要觉得今天是我的末日了 ？Never， don't give up， 对 ，don't surrender， 对 ，never say never， 对不对 ？Anything is possible， nothing is impossible。不要再念歌词了啦，就是不是啦。